姚淳耀、炎亚纶在《我愿意》中，除了有相当养眼的男男擦澡画面，还有水中男男吻。回忆起拍摄的过程，姚淳耀表示，在拍摄水下吻戏时，完全睁不开眼睛，就只记得导演喊完3、2、1后，我们要一起潜下去找到对方。而拍摄当天，更是冷到手脚发抖，抖到手上的姜茶拿到嘴巴时已经抖光了，喝不到。至于水下的吻戏，两人更表示已经冻到是用下意识在接吻。另外一场大家都相当期待的擦澡戏，炎亚纶坦言角色在最脆弱时教主施予援手，因此产生了许多投射的幻想，几乎只要镜头再多2秒钟，两人就会有出乎意料的肢体接触。而这场擦澡戏也就是让这些情愫有地方发泄，表示当身体开始诚实面对自己，性欲就挡不住，就会产生非常多爱慕的情绪。